请问一下民进党，涉案的都是民进党的党员，请问民进党该如何来处置？我们相信徐巧芯委员的清白。我真的没有红过这件事情啊。那对于徐巧芯委员所碰到的这个案子，我们要再三的表达，所有的涉案的人都是民进党的党员，对于今天铺天盖地的去攻击徐巧芯委员，我们深深的不以为然。对于每一位政治从政者，都有他的家人，都有他的亲戚，都有他的亲朋好友，不见得所有的亲朋好友的事情都跟他有关系。我想如果今天用民进党用这种无限上纲的方式来泼脏水，请问一下民进党，涉案的都是民进党的党员，请问民进党该如何来处置？我想徐巧芯委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立法委员，在过去对民进党相关的这些错误以及相关的这些弊案，都由徐委员全面把它揭发。我想今天这个民进党在爆尿气压弯我们都非常清楚，但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，我们相信徐巧芯委员的清白。